看到了这座摩天轮，聪明的你应该就知道这里是哪里了吧 ？City，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大直的美丽华商圈。今天我们将先去 Nook 中泰勒生活六楼的 Rora Ice Rink 极光冰场给他溜个冰，然后再带您去欣赏美丽华百乐园的空间之美。夏夜十分，猴子老公常来美丽华百乐园散步，却从未抬起头来感受设计者想要展现给大家的空间之美。我们现在就一路逛上去吧。 Nook 的一楼入口处虽不大，但比例拿捏的让人感到舒服而自在。中泰建设是豪宅业界的 Pro，对空间美学与尺度上拿捏的功力无需怀疑。 Nook 对美学及艺文活动的推广也很用心。8月3日至8月4日的哈哈懂生活市集有非常多有趣的商品及活动。活动的官网连结在影片说明栏内。活动多到我转滑鼠滚轮滚到手酸。这是 Nook 的大阶梯，是一个很佛心的地方。外面的咖啡店收了你的咖啡钱，但都心不甘情不愿地让你插插头给手机或笔电充电。但 Nook 不但不卖你难喝的要死的咖啡，还替你准备好了插座让你插变压器充电。中泰的气度与文化再次表露无遗。一定要赶上三点的冰面整理时间哦，因为你可以先进去慢慢穿，反正时间都是从三点半才开始计时，这样说你了解吗？你以为这样就很佛吗？竟然还有饮水机推爆。想当然耳，以猴子老公龟毛的个性，茶水表是一定要的啦。算是百货商场的标配了吗？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根据猴子老公的观察，这里的教练都很有耐心，也很优秀，而且外形都长得很不错。后来猴子老公发现了一位全场最最最有爱的教练，那就是带着孙子一起来溜冰的这一位爷爷。外面太阳又大又毒辣，还要让您的孩子滑手机滑到烂吗？赶快带着你身边的他或是孩子的妈跟孩子来一场难忘又有趣的冰上飨宴吧。什么时候才要带我去溜冰跟坐摩天轮呀？